今日系2023年3月1日，咁又系讲呢个姜涛嘅成绩表咯喎。今日咧姜涛嘅成绩表咧就系 Spotify 啊。嗱 ，Spotify 嘅世界排名咧，不嬲咧喺呢个世界嗰个供应啊，即系一个比较普及嘅指数嚟嘅。咁因为佢都收集晒咧唔同地区嘅数据网络啊，同埋下载点击啊，仲系每一个歌手嘅世界排名。嗱，咁啊姜涛咧喺 Spotify 嘅排名嚟讲咧，系香港第一嚟嘅。咁我今次3月1日咧，佢嘅世界排名咧就系2562位，咁啊世界排名，即系话佢嘅排名咧系相比较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嘅排名而得出嚟嘅，咁所以都好犀利，佢系香港嘅第一位，2562位，系嘛？香港嘅第一位，世界嘅2562位，咁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一个数字啦，咁样样，咁啊，佢比上一次咧，上升到24位，咁啊，升幅率系达到0.92%。咁样样，嗱，呢一个咧就真系好犀利，咁一个下载点击率咧上升咗2.35%。咁啊，嗱，如果系讲紧姜涛嘅排位成绩咧，喺香港 number one 咧 ，Spotify 嚟讲咧，系真系冇得倾。佢一定系排行第一，但我哋又睇下第嗱，因为咧，如果我就咁睇，即系就咁讲第二位咧，就唔得意啦，系咪先？嗱，其实讲晒咧，全香港咧排行5000位之内嘅歌手，世界排行5000位歌手唔多嘅，总共有7个嘅啫。咁啊，讲真一句，喺呢个香港乐坛，其实都算好多歌手啊、明星啊唱歌咁样㗎嘛，係咪先？即係唱一两首歌都系属于歌手啊，係咪先？咁但係问题上有冇 Spotify 上歌咁解嘅啫。咁多个歌手，咁多个明星喺全世界排名打入5000名之内嘅呢係得7个嘅啫。咁啊，上年更加少啦，咁啊，2023年啊，即系多翻好多啦。咁啊，其实上年啊更加少，上年好似系得5个啫嘛，系咪先？今年系多咗啊 ，Anson Low 同埋 JC 啊嘛。咁啊，但系姜涛依然喺旧年我开始报成绩表同埋进行呢、這个成绩表分析嗰阵时咧，姜涛已经排行第一位，直到今时今日呢一刻3月1日啦，哇！眨眼2023年已经过咗2个月啦喎，系咪？已经过咗1/6时间啦喎，咁样咁啊，距离姜涛生日仲有大约2个月到嘅时间啦喎，真系唔知道下一步会发生啲咩事啊！即系姜涛究竟嗰个升幅会发生到咩事，真系唔知道。咁但系我哋所知道嘅话咧，姜涛依家个成绩系相当之好。好啦，咁我哋睇下啦。咁啊，姜涛咧个总下载成绩咧系达到8640万点击率，零头唔讲啦。咁啊，上升率咧就达到2.61% 啦。其实比上次嗰个 report 咧，姜涛嘅成绩咧系上升咗大约220几万有多嘅。咁我啲成绩究竟系由边度嚟呢？咁样其实呢姜涛呢系喺呢个 Spotify 呢总共有18首歌上咗 Spotify 呢一个系统呢、这个串流平台。咁当中呢佢18首歌都有分析㗎喎。咁就分析之前呢我哋都略略睇下第二至七位咁系咩啦。如果唔系大家又好似即系唔知道嗰个具体情况系点啦，成日话姜涛第一位，咁第二位差几多先得㗎。OK， 第二位系 MC 张天赋，咁佢排2918位。第三名呢就系呢个陈卓妍，咁排行3293位。第四位就系 Anson Low， 排行3406位。第五位就系呢一个 Eden 吕卓安，咁4074位。第六位就系呢一个JC 陈明彤，咁排行4115位咁样样。啊，唔系、哦，应该第四位系 JC， 第五位先至系吕。
啊，唔系第六位先系吕彩虹，第五位系 JC，sorry 啊。咁第七位咧就系阿刘颖婷阿 J， 咁啊4862位咁样样。咁啊呢个就系香港首入咗5000位嘅头七首，就头七个歌手啦咁样样。咁第一位当然系姜涛啦，排行第2562位。咁啊 number one， 咁啊世界排2562呢个位置啦。咁咧，如果讲个排名上升幅度咧，咁啊姜涛咧都稳步进展，即系佢都基本上系冇跌，即系跌过一排啦。我记得上年年尾系跌过一排嘅，但系我哋去到今年2023年咧，佢都稳步上扬紧，咁啊平均有1%左右嘅升幅啦，每次都，咁啊依家佢都系历史新高喎，2562咁样，咁相当好啦。咁如果我哋讲翻姜涛嘅其余嘅歌嘅成绩表咧，咁啊相当之优秀啦。其实如果讲紧18首姜涛嘅歌嚟讲咧，佢个升幅即系唔同歌嘅升幅咧，其实都有一个出人意表嘅结果喎。咁我慢慢同大家讲。咁咧，其实咧喺呢18首 Spotify 嘅歌之中咧，上升幅度系最高嘅话咧，就是原来是一号种子，它的上升幅度是达到 7.48%。 其实呢如果在上一个 report 呢都是一号种子，上一个 report 上升更加夸张，上升了 15%。 喂，那所以一号种子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其实上次我都略略分析过大家听，但是今期更加多数字数据呢是话到给我听一号种子究竟发生咩事。其实呢一号种子呢佢作为姜涛嘅第一首歌呢，係咪先，第一首歌呢係地位係相当之高嘅，我同你咁讲。因为呢其实如果讲一号种子呢，姜涛係第一首嘅作为歌手第一首嘅主打嘅歌呢，佢个历史意义係非常之重要。即系重要在咩咧？重要在咧，姜涛由全民造星啊，即系经历过一轮嘅筛选啊、比赛啊，得到冠军之后咧，跟住佢第一首歌就系一号种子。我谂呢个就正正反映佢个人生经历啊，同埋佢嗰种对于自己即系 show call 啦吓。虽然我自己觉得都要谦啲，即系名成利就嗰样嘢啦。咁一号种子其实就是佢第一首嘅派台歌，咁呢样嘢咧就即系正正反映到姜涛嗰种魅力咧系历久不衰。虽然我依家出道咗四年多，就嚟5年啦咁样，咁但系佢嘅一啲旧歌咧反而咧更加多人听，系咪先？譬如嗱，一阵先讲啦，第二位咁啊，继续讲埋一号种子。咁一号种子作为姜涛嘅第一首派台歌咧，依家系越嚟越多人听，即系其实有几点咧系可以分析得到嘅。其实呢啲咁嘅数据咧，通常都系本地嘅一啲姜涛嘅支持者，姜糖或者姜粉或者姜乜都好啦，系咪先？总之唔系姜丝就得啦。OK， 咁呢啲人咧，佢翻听翻姜涛嘅一号种子咧。同埋你喺一啲后援会啊，一啲姜涛嘅group 啊，或者系一啲群组里面咧，都有提到一号种子呢个名字。大家都对于一号种子咧，近排情有独钟。即系你唔好话其他人，你讲翻我自己高登仔，我近排咧都对于一号种子咧产生一个好浓烈嘅兴趣。我其实每一日都要听翻10次8次先至安乐嘅，咁但系当然听咗一号种子10次8次，我都唔会影响到我睇阿妈咗第二个啊、季前赛同埋听其他歌嘅次数同频率嘅，只不过系用多少时间。点解孤单仔会咁样？我其实有阵时唔知道点解啊，总之我中意听。总之近排唔知点解好中意听一号种子，即系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我谂可能听我嘅观众咧，会唔会有同样嘅感觉咧？近排特别中意听一号种子，即系中意听佢嘅
歌词啊、旋律，同埋听翻阿姜涛啱啱初出道第一首歌《清历》嘅声音。咁呢样嘢咧，就真系一个好奇妙嘅感觉嚟。即系我自己成日觉得，即系姜涛作为一个依家超级巨星。啊！即系万人拥戴啊，好多人中意啊，好多人听佢嘅歌啊，好多人都系对于佢嘅表现咧就非常之赞叹啊！睇翻佢唔同嘅 music video 啊，睇翻佢唔同嘅综艺节目啊，表演等等咧。咁呢个咧，但系咧，我自己话俾你知，我自己即系初初中意姜涛，听佢第一首歌一号。种子嗰阵时咧，真系啲感觉翻翻嚟。我啲系咩感觉？就系、是、我种初心啊！我种咩初心咧？就系、是、我啱啱爱上姜涛嗰种初心。我嗰阵时第一次去接触呢个年青人，全民造星，听过演绎过唔同嘅歌啦，比赛嗰阵时通过唔同嘅表演啦，直到去派第一首。万众期待嘅一号种子，其实嗰时唔系太多人听啊，但系睇翻高登仔嗰时系第一时间听姜涛呢首歌。嗰时我即系听 YouTube， 跟 YouTube 为主啦。嗰时我唔知啊，总之我嗰时冇听 Spotify 啦，系啦。Apple 我都有 Apple Music 嗰啲有，咁啊听啦，日听夜听。咁咧嗰阵时咧，就真系日听夜听喎，一日听，即系因为嗰阵时仲未有咁多姜涛嘅片啊，咁多其他嘅歌可以选择，咁啊净系听一号种子，同埋睇翻全民造星或者之后一啲访问啊，同埋一啲做 show 嘅片段咧，咁咧嗰阵时就好开心啊！即系我谂我自己喺度睇翻、听翻一号种子首歌嗰时咧，个感觉翻晒嚟啊！令到我感觉到姜涛嘅啱啱初出道带俾我喜悦嘅感觉，即系我唔知道其他人点样谂啊！即系其他姜涛，你真系可以留言俾我听，即系话翻俾我听啦。我自己高得滞有一个强烈感觉，就系咁样样咯。即系听翻一号种子，好似好似想见你嗰套戏咁样样啊！即系近排好 hit 咧，喺呢个。即各大嘅媒体嗰度报道啦，想见啦，即一个初心啊、初衷啊，听翻佢好似接触翻以前未出道嘅姜涛咁。其实嗰阵时唱一号种子已经出咗道啦，未出道嘅姜涛，呢个系一个初心嘅表现。所以我谂，即渐渐我点解咁样讲，就系话可能我哋。点解近排连续两个 report 一号种子都系成为一个升幅最大嘅一首歌呢？两个 report 都系一号种子升得最劲喎。咁所以呢、这个真系一个好好嘅感觉咯，好似翻晒嚟咁样咯。咁呢个就系、是、一号种子带俾我嘅嘢啦，咁样。咁所以佢今个礼拜都系贵为升幅第一位嘅歌，7.48% 咧，实至名归啦。咁喺呢个 report 里面 ，Spotify 就系一号种子升得最高啦。咁第二首升最高嘅歌系咩呢？就系无人不知的战果啊！嗱，亦都非常之合理。上个礼拜都系无人不知的结果，但系今个礼拜又有少少唔同嘅体会啦。因为其实无人不知的战果咧，就系姜涛喺呢个季前赛嘅主题曲啦，咁样。咁季前赛对于姜涛嚟讲都别具意义，或者对于我哋自己姜糖嚟讲都系别具意义嘅，系咪？意义在啲咩啊？意义在于无人不知的战果系季前赛嘅主题曲，而季前赛亦都系姜涛。第一次拍电视剧噶，系咪先？同埋加上上一排一个网络嘅选举咧，即系季前赛咧，系成为最受欢迎定唔知最佳原创剧嘅得奖嘛。咁啊，虽然呢个就系网络一个选举，但系嗰阵时大家都庆祝翻。咁啊，加上欧美各地。
对于季前赛嘅评价又好高啊嘛，而季前赛亦都系带俾当地嘅环市区嘅一个好正面嘅影响同埋正面嘅信息噶嘛，咁所以等等各个方面，正正就系话都俾你听季前赛嘅影响力系几咁高咯。咁但当大家中意呢一套戏啦，季前赛啦，听睇得佢多啦，咁啊听到好多集，即系睇到好多集啦，咁样样集集。后尾都会唱季前赛㗎嘛。咁我唔知欧美版系点呀，我唔知呀。咁 ,at least 我自己都觉得起码听得好高兴。係咪每一集季前赛带俾我嘅信息又唔同。跟住我又听返首歌，又有好多喜怒哀乐嘅情绪呀，咁样。虽然季前赛都系以一个轻松劇为主，但係当中里面讲即係姜涛对于一个亲子关系面对嘅困难。咁亦都演绎得即非常之好，咁所以季前赛就令到呢、這个无人不知的战果咪多咗人嚟听咯，因为大家都中意呢套剧啊嘛，系咪先？即其实我成日都有一个妙想天开嘅谂法咧，啊，如果季前赛喺依家首播，唔知道会点咧？我话俾你知，如果依家首播咧带出嚟嘅结果，一定有另外一番体验，同埋另外一幅结果，一定系好红好 hit， 我相信。咁唔系话嗰阵时唔够红唔够 hit 季前赛，只不过嗰阵时有啲客观形势咧，令到呢套剧咧未能够发挥佢应有嘅受欢迎程度啫。我自己觉得。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好重要啦。咁所以可能呢个数据呢可能包括埋好多唔同地区嘅人听呢个无人不知的战果。即係你有阵时知㗎嘛，即係啲外国人，即係就算係华人都好。咁睇呢个季前赛，咁睇咗好多集，咁好鍾意，好鍾意姜涛呢个角色，好鍾意呢个劇情，好鍾意打篮球。咁睇到下一战都会爱上啲插曲㗎啦，係咪先？痴汉之歌都系㗎。系嘛？痴汉之歌都有好多人听噶，但喺 Spotify 佢冇上榜咁解啫嘛，系咪先？佢净系得无人不知的战果啫嘛，系咪先？佢依家都升到 6.88 位噶，无人不知的战果，咁啊达到16,090,000几个点击率，咁啊你话系咪好高？咁啊唔算高，但系佢嘅升幅系第二位啊嘛，咁即系。即系意味着多咗人听呢首歌咯，系咪啊？咁啊，相当之犀利。咁啊，作为全香港 number one 排名嘅姜涛咧，呢啲咁嘅数字咧，就正正话俾我哋听，依家姜涛或者叫做姜糖，中意睇姜涛啲咩咯？咁啊，至于第三位升幅最高咧，就系呢一个作品的说话 3.67% 咁啊，佢嘅总点击率达到11,890,000啊，咁啊相当之犀利啦！作品的说话作为姜涛嘅最新一首歌，佢嘅升幅系 3.679%， 咁啊即系佢嗰个点击率就嚟接近超过12,000嘅嘞喎。咁我諗大家真係要继续努力啦，咁用数据说话，希望快啲突破1,200,000，咁就成为一个佳话啦，咁样係咪？咁呢个呢就因为佢新啊，所以多人听呢亦都无可厚非。即係譬如你啱啱新加入一啲姜糖啊，新开始留意姜涛嘅作品嘅人呢，咁通常都系听佢新歌，即係呢样嘢呢系必然嘅事嚟嘅。咁就算串流平台派歌都会派一啲比较新嘅歌俾你听啦。所以呢个真係绝对系一个好正常嘅操作嚟。咁但係大家系咪真係因为佢派先听呢？我又觉得唔系。咁大家即係听过作品啲说话，睇过佢嘅 MV， 咁就知道点解我哋会鍾意啦。点解我哋鍾意姜涛，点解鍾意呢首作品啲说话啦。即係无论拍 MV 又好，或者呢首歌嘅旋律歌词都好，
其实都是姜涛一个突破同埋别具意义嘅一个作品嚟。突破在咩咧？突破在佢今次唱呢首歌系唔同以前嘅一啲唱歌嘅作风或者 style 啊嘅感觉嘅。咁而呢、這个MV 咧，亦都系拍得好巨大噶。嗰阵时我哋睇翻作品的说话呢套 M 呢个 MV 咧，其实姜涛都有份做导演噶嘛。我唔记得系半个导演定系全导演咧。咁都拍得相当之出色噶。你睇个 MV， 直情好似套电影咁噶。所以你有阵时问高登仔啊，系咪搵套电影去俾姜涛拍？搵一套主题啊，搵佢度，就拍作品的说话呢套 MV 嘅扩大版咯。其实呢、這个 MV 短短嘅时间里面，其实都带出大量嘅信息噶。咁而呢啲信息绝对系有足够去拍多一套电影出嚟。咁呢样嘢就系、是、姜涛嘅实力所在咯，即系佢第一次做呢、這个。电即系呢个 MV 嘅导演嚟噶嘛，即系我记得，如果我记得冇错嘅话，咁所以咪就系姜涛，咪就系呢啲嘢，咪就系实力尽表现咯，系咪数据话俾你听呢啲说话咯？咁所以作品啲说话一绝对系英领一公嘅，作为第三位升幅最高，咁啊达到11,890,000啦，咁啊成绩相当之好。咁啊跟住去到第四位高咧。就是这个蒙着嘴说爱你啦。咁啊下载点嘅率达到844,000啦，咁样。咁啊升幅啊 3.65% 啫。咁啊蒙着嘴说爱你更加唔使讲啦，去到今时今日3月1号啦，大家都唔使蒙着嘴说爱你啦。因为直情係打开嘴说爱你啦，係咪先，大家都唔使再戴口罩啦今日开始。咁啊但係即虽然高登仔咁讲，但系戴唔戴口罩咧就大家意愿。咁啊，但系即系今日就系首日就大家唔需要强制戴口罩啦，咁样。咁啊喺某啲情况之下，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事嚟嘅。即系当大家依家一切都开始复常啦，咁啊大家都即系渐入佳境啦。咁听翻呢首蒙着嘴说爱你咧。我话俾你知，即系你唔系话今日听，即系可能隔多半年啊，一年后再听翻姜涛呢首《蒙着嘴说爱你》咧，我话俾你知，一定系有另外一番风味，另外一番感觉。当你谂下啊，过去咗三年，系咪先？好似过得好快啊，好似过得好快。发生咗好多嘢，系嘛？work from home 啊。要戴口罩啊！有好多人因此过身啊！患病嗰阵时好辛苦啊！抢口罩啊，抢板蓝根啊，系嘛？咁啊，等等啦、啊，种种啦、啊，即系我都数唔清啦。喂，呢啲全部都系集体回忆嚟嘅喎，系香港人，系咪先？到今时今日，我哋可以除得口罩啦，系咪先？为唔同嘅人嘅重新再开始过啦。喂，呢样嘢其实今日应该放烟花庆祝。其实3月1号呢应该放烟花，应该大事庆祝㗎嘛，係咪先。但当然就唔会有啦咁样。因为烟花留返国庆呀、回归嗰时先放㗎嘛，如果唔係下下都庆祝咁样点。咁但係 at least 我哋今日去到3月1号都知道一切都渐入佳境啦，渐入正常啦。咁而姜涛正正就喺呢个时候，都系开始活现翻喺大家面前，同埋佢嘅行动力啊、影响力啊，就开始渐渐提高翻。咁呢个真系好值得庆祝。而蒙着嘴说爱你就系喺一个时代嘅见证啦。即是一个蒙着嘴的时代去见证我怎样戴着口罩都说我爱你。这个真是万分感触。即是对于我们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呢，蒙着嘴说爱你
喺一个充分表现到当阵时发生紧咩事，而通过一个歌曲去唱出大家嘅感受。而呢个正正就系姜涛嘅感染力，姜涛嘅能力啦。佢能够话俾大家听，蒙着嘴说爱你。今日我哋唔需要蒙着嘴都能够说爱你。咁你话呢个气氛系咪相当之紧要？相当之令到人哋怀念啊！即系你唔好话，可能有啲人唔怀念，但系你可能若干年后咧，谂翻喺呢三年嘅经历咧，即系有好多甜酸苦辣嘅经历，有好多姜涛陪住大家。喂，呢三年真系姜涛陪住大家，或者 Mira 陪住大家。你谂翻呢段时候发生过好多嘢，我谂作为香港人都系万千感慨啊，直情。咁啊，所以姜涛嘅蒙着嘴说爱你，面对疫情一样系可以带出正能量。咁啊，呢几年嘅疫情亦都过去啦，咁啊，一切嘢就会复常，同埋会更加好嘅，我相信。咁所以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啦。咁啊，跟住蒙着嘴说爱你咧之后咧，就系、是、到呢、这、一个风雨不改啦，3.41%。咁啊，风雨不改唔使多讲啦，就啱啱有咗第二个呢套戏嘅主题曲啦。咁啊，其实有好多分析已经做过俾你听，但系我谂风雨不改喺大家嘅印象中咧，除咗系啱啱有咗第二个呢套戏嘅主题曲之后咧，佢仲带住一个信息就话俾你听咧，嗰阵时啱啱有咗第二个推出呢套戏，正正就系红馆意外发生嘛，正正就系 Mira 同姜涛低调行事嘅一个关键时刻嘛，所以嗰阵时啱啱有咗第二个又好，同埋季前咗都喺一个Mira 或者姜涛唔能够太过高调去宣传嘅时候所产生嘅一套电影同埋一个港剧咯，唔系产生啊，系首映嘅播出啊。咁但系又唔系咁样样喎，啱啱有咗第二个，就算系一个低调宣传，即彭秀慧都有宣传噶嘛，或者吴尚君，但系系唯独是姜涛同阿张冇啫，即系喺印象之中有错指点啊。咁但系最终啱啱有咗第二个嘅成绩同埋支持度都相当之惊人。嗰阵时戏院仲系要好似分阶段开发，真唔系百分百俾到人哋入场添。我仲记得嗰阵时睇阿妈有咗第二个，唔知要戴口罩，又唔知唔可以食嘢，又唔知又要隔几多格，有几多个 percent 先可以。但系阿妈有咗第二个都可以做到呢个咁嘅成绩。喂，你谂翻下，相对调翻转啦，毒舌大状如果喺我个时期播，而阿妈咗第二个喺呢个时期播啊，我谂个结果可能阿妈咗第二个破亿添啦，系咪先？因为依家个入座率都唔同啦，嗰种限制都唔同啦，所以阿妈咗第二个虽然面对当阵时嘅逆境，面对当阵时嘅一个唔系话百分百全力去推呢套戏嘅状况啦，我只系咁，即系当然大家都很无奈嘅。但起码佢出嚟嘅成绩都相当交到货，咁所以大家对于呢套戏嘅喜爱咧，我谂某程度都投射呢个风雨不改里面。所以风雨不改咧系达到862万个点击率，咁啊上升嘅幅度咧就3.4% 嘅，咁啊相当之优秀嘅一首歌啦。咁其实正正就系风雨不改。唔单止歌词，连个歌名都话俾你听啦。纵使 Mira 面对红馆嘅意外事件而暂时要低调行事处理，姜涛都系啦。但系姜糖、姜粉，唔系姜粉，都会风雨不改去支持你哋，风雨不改去支持姜涛。咁呢首歌都系别具意义啦，所以。你睇翻下姜涛呢18首歌，其实啱啱我讲头呢5位最高个下载点击率，其实每一首歌都有佢嘅背景意义同埋所带出嚟嘅时代嘅一个意思啊，系咪先？每首歌都有佢嘅独特之处。
咁所以难怪咁高点击率，而谂知道姜涛喺世界排名系咁高，香港系第一，呢、這个就系正正一个，我唔知道系咪叫时势做英雄定英雄做时势嘅，即系呢样嘢真系好巧妙。但系无论点样巧妙都好，总之事实摆在面前，就系姜涛系香港 number one 啦 ，Spotify 呢个 report 啊。正正就是我哋话俾你听呢个信息啦，系咪先？姜涛十八首歌总共有8640多万嘅点击率，唔系一件易事嚟嘅，系一个奇迹嚟嘅。咁当然姜涛都系要有佢嘅努力，先至有呢啲咁嘅奇迹出现嘅。即系呢样嘢就即系冇得讲，即系好多时我哋自己做一个分析统计嘅个案里面咧。见到姜涛嘅努力同埋数字咧，真系话俾你知，如果一个人努力咧，系得到一个成果嘅。咁所以就算姜涛面对几大困难啦，即系我自己都可以总结2022年面对三大困难啦。红馆事件、脚伤事件，同埋呢个叱咤乐坛，播呢、这个即系唱呢个镜中镜嗰阵时。受到追击，呢三大困难，姜涛都一一度过咗，安然，甚至系依家出翻嚟大家面前，都能够表现出佢嗰种成熟稳定，同埋嗰种面对困难点样跨过去，呢、这个咪就系正正姜涛嘅魅力所在咯。唔单止姜涛魅力所在，佢直情佢因为呢一啲咁嘅坚毅不屈嘅行动。性格，而我哋咁中意睇佢嘅作品，所以就系喺呢个 Spotify report 嗰度咧，反映到姜涛嘅努力嘅成果咯，系咪先？呢啲咁样样嘅成果咧，喺可能喺其他歌手未必睇得到，咁但系正正就系因为我哋系姜涛嘅支持者，而我哋睇得到呢啲，咪就系、是。努力得翻嚟嘅成果咯，系咪先？其实唔单止呢几首歌噶，譬如讲紧跟住落嚟升幅得最高嘅系镜中镜，镜中镜都作为佢一个旧年两首单曲其中一首比较年头出嘅歌啦，佢都达到1320多万嘅 ，DMI Fan 超过1800多万，嗱呢啲又准备下一轮嘅突破啦。当迟啲情况，姜涛嘅情况再稳定啲嗰阵时咧，呢啲突破就指日可待，系咪先？佢哋个升幅率都达到2.7%、2.2%，都相当之好。即系其实呢啲升幅你唔好睇好细，但我话俾你知，有啲歌手可以系零升幅，明唔明白？咁呢啲总之有点几 percent， 只不过系因为个基数大，佢哋啲点击率唔系过1000万就几千万咁样，咁所以佢哋个。相对计翻落嚟个 percentage， 譬如可能点几啊、二点几啊咁样，咁所以咪就系一号，总之咪升得好夸张咯，7.48%。咁呢个就系正正 Spotify 话俾我哋听，姜涛作为香港 number one 点击率嘅歌手，佢嘅成绩表有目共睹，系咪？拆分晒俾你哋睇啊，系咪先？18首歌。究竟边首歌升幅几多 percent 啊？跌机率几多？一目了然，呢啲咁嘅资料，大家可以上网睇。只不过系高登仔就用一个比较简单啲同埋消化过啦，话到俾大家听呢啲资料，咁啊大家可以容易啲去理解呢啲 report 点样样话到俾你听姜涛嘅成绩系几咁良好咁样咯，系咪啊？所以呢一啲就系、是、正正就系姜涛嘅实力同埋魅力所在。咁所以Spotify 都好好啊，呢啲咁嘅成绩咧，可以俾高登仔呢啲姜糖去睇，跟住作出分析，佢话都俾大家听咧。我自己都觉得分外开心啊！即系我自己即系读呢啲 report 嗰阵时咧，其实越读越起劲，同埋越多体会啊！即系当你去慢慢了解一个人，睇到佢嘅成绩，睇到佢唔同综合嘅 report。Spotify 又好 ，YouTube 又好 ，iTunes 又好 ，Apple Music 又好，或者 Move 啊，或者系等等啦，好多啦 ，Billboard 啊咁样嘅。
咁你只不过系得出一个结论啊嘛，姜涛系2023年香港艺人嘅 number one。咁而呢一啲 number one 之余，我哋点样睇呢个分析呢？咁就要靠高登仔呢条频道去仔细慢慢逐点逐点去拆解俾你哋听，咁你哋先更加明白姜涛嘅成就所在嘛，更加明白姜涛点解系香港 number one 啊，唔系斋讲就冇结果咁样啊嘛。咁呢啲数字咪就系话俾你哋听呢样嘢咯。咁所以就相当之劲，相当之好咁样啦。咁啊，呢份 report 就差唔多啦，咁样就分析完俾大家听啦。咁啊，今日系2023年3月1号，咁姜涛 Spotify 嘅成绩世界排名 number 2562，香港排名第一，就系咁样啦。咁啊，今日份 report 就系咁多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收看。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我哋都会继续报道姜涛嘅各方面嘅好成绩、好报告嘅。到阵时，大家记得留意收听。拜拜。